私语不单是一般一册，老师们也是一人一本，提升孩子阅读理解的能力。那也透过了这样子这么好的一套书哦，可以让孩子有更好的品格，然后也有能力可以阅读，将来他们的学习力就是这样的养成。新三国中小的校长这么认同，所以他能够带到每个班级都有一套近视语，每个老师都有一套，这是他的愿力。然后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只要去撒种子，不管哪个学校，只要校长认同，老师认同。十多年来，大爱妈妈走入青山校园，推动品格教育，校长一直都是全力支持。觉得青山的老师啊，校长都很支持我们。然后经过了几次的风暴，也都没有要求我们要穿便服啊，不可以穿制服，都没有。庆祝儿童节，学校活动慈济人不缺席，要一同陪伴学生快乐成长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赖慧娟、邓建中台报道。在这里也有收获，高雄的中正国小、民正国小。